你出现在李梦露出现过的每一个熟悉的地方，那里凶手随时会出现。我希望你不要轻举妄动，姚干，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。 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侦探了。爱一个英雄，就要跟随他走遍天涯海角。你不是跟随，你是跟踪。<笑>怎么，康乃馨送给人家啦？我知道你是为了破案，可是康乃馨永远不能换成玫瑰，因为你的玫瑰花只属于我。 遵令。这个罗桑天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而且，他对我也太了解了吧？可能是听什么人说的吧。剧社的戏都已经停止排练了，他一个大侦探鼻子那么尖，能不知道吗？那他也不能什么都知道呀。人家是大侦探呐，脑子肯定比一般人要快。对了。 刚才罗探长都来看你了，是不是我们身边会有危险？润梅，润梅。 润梅，你不是和我断了吗？还来干什么？我不行了，润梅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没有钱买，润梅。我知道你要抽那玩意，所以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，润梅。 你少了，你少完，我还没少呢。你这勾人魂魄的小白脸，我想死你了，我好想你。 这王丽丽碰钉子了吧？ 那小丫头聪明得很，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？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你就跟着我吧。我们好好的过日子。我真的疼你，真的爱你。
我想好了，等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结婚。我会养你一辈子的。对了，你上次说我在李梦露那里偷来的表，你现在好好的告诉我，你有证据吗？是不是吓唬我呢？我是吓唬你，我根本没有去问过徐导演，我也没有看见李梦露拿出来过那块表，我都是吓唬你的。我想你也不至于这么狠心，我对你那么好，我这么疼你，你一吓唬我，我就大把大把的把钞票拿出来给你嘛。我告诉你，刘岩，我凤仁美可不是下蛋的，我心里很冷静，我很清楚，我知道。你没了饭钱就会回来的。咱们俩是冤家吗？好了，不说以前的事了。反正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是要和你这小冤家结婚。你抽的毛病，一天半天也改不了，慢慢改吧。反正我有的是钱供你筹，我们的婚礼一定要举行的特别盛大，一定要西式的，上海滩最美丽、最有名气的女人，要和上海滩最帅的男人结婚，一定是万人瞩目。睡吧，徐导演这个老乌龟，他在办公室里抱紧了我，说想和我好。我说要请徐导演吃官司，他害怕了，就把这块表给我了。什么表？瑞士钻石表，我的导演薪水加上分成都买不起。瑞士表是世界上最好的表，我还是刚刚从你刘岩嘴里知道。
小冤家，你好好的在家休息几天，我今天好多事儿呢。唉，我这人呀，命就是这样，遇到了你这个小冤家，我就得拼命的拍电影赚钱养你，是不是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和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你就在家休息吧，等我晚上回来，咱们两个好好的温柔温柔。我好想你。哎呀，丽丽，你这丫头在外面要知道照顾自己，怎么能闹出个肺炎呢？是我自己身体太弱了。哎，丽丽，好好养病，等病养好了，姐姐带你出去交际。你看你这么大个大丫头了，也该找个人家了，好好找个有钱的人把自己嫁了，别再让自己担惊受怕的。哎，你说这么个病要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吓死了，瞧我们家丽丽就跟没事儿似的。这丽丽呀，可真是招人喜欢啊！姐姐就是喜欢你，丽丽啊，姐姐一定要帮你介绍个好人家。听姐姐的，这女人呀，可就怕嫁错人。哎呀，何医生，哎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大明星，最近拍什么片子啊？有好几部片子同时在拍着呢。啊，我今天来呀，可是特意来看我妹妹的。何医生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给我妹妹治病呀。哦，一定要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医术。啊，钱有问题找我。你就放心吧。我放心了。哎呀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还要去片场了。丽丽啊，听姐姐的，好好养病，把病养好了啊。好，何医生，那我先忙了啊。丽丽，何医生，你是来查房的吧？看看今天丽丽的体温怎么样。对不起，我今天病有事。何医生有点怪，他怎么愣在那儿？怎么了？他愣在那里了。为了什么事儿？不知道是看见傅仁美愣在那儿，还是看到傅仁美手上戴的那块手表愣在那儿。傅仁美手表？那何医生为什么愣在那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何医生和我们剧社的人熟不熟？应该很熟吧。哦，我来医院看病就是刘老师介绍的何医生。那何医生一定也和李邦禄很熟悉。我听刘笑荣老师说，李梦露一直找何医生看神经衰弱。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我觉得你最近很奇怪，一惊一乍的。怎么了？你一点都不像个勤杂工。那我像什么呀？像个侦探。
别胡说了，我哪有那个本事，字都不识几个。我倒希望你是个侦探，这样还可以保护我。济仁医院的医生何天佑情况有些反常，得知他和李梦露很熟，并且曾经给他看过病，下一步我该如何行动，请指示。内线是不是来情报了？这两天我们继续要在医院里面找尸体。李梦露的尸体有眉目了？我想应该快了吧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哦，我在医院照顾汪丽丽，她得了肺炎。哦，那你忙吧。啊，丽丽，早点出院，我们都盼着你回去排练呢。首演的票子已经订完了，票子卖得非常好，现在全上海都等着看你这个新人怎么演好李梦露呢。王丽丽恢复得真快呀，真是个奇迹呢。何医生，这是你医术高明啊。王丽丽的身体里有很强的抗病毒能力。啊，对了，你那出剧怎么样了？我们尊重社会舆论，把李梦露塑造成和社会抗争的女性，就是因为女性在我们如今社会没有位置。李梦露这个女性的存在，就是为了和社会抗争。那么，李梦露的死呢？我已经把李梦露的死改成是被人杀害的。那被谁杀的？我们设计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很模糊，可能是受人指派，为了钱而杀人，是个职业杀手。他拒绝了。李梦露认死理，一定要和对方结婚。对方由于身份和地位，不能随便结婚。可李梦露以死相随，以死相逼，这位达官贵人就雇佣了杀手。这个杀手出面杀害了李梦露。李梦露这部戏这样推理可能比较符合实际。那么这个杀手在什么地方，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杀手啊就是专门赚钱杀人的，我想想都觉得可怕。何娟红说的对呀，这个凶手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，这不是我们的事，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。何医生，你说呢？
很有意思。你们创造的是一种虚幻的戏剧故事，而找凶手把坏人抓住，那是警察局侦探的事情。丽丽，明白了吧？我们何医生一直是热心票友，有很深的戏剧底蕴呢。人家何医生上大学的时候还演过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呢。是，这我知道。何医生，如果有空过来票一下，给你个角色。恐怕是演不了啊。何医生，我看你行。这看病还可以，但要说起演戏来，我还是个票友，哪能和你们搞专业的相比。何医生，我看你就演杀手吧。这不行，我怕我演不了。难说，您在大学的时候都演西洋人，还演不了中国人。你赶快睡吧。我睡不着。你不会再想留言吧？我想他干嘛？你觉得何医生这个人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文雅，很有气质的样子，好像和你也很谈得来。他演过戏，在文学戏剧上也有些修养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怪？怎么了？他都30多了还没有结婚，这好像不太正常啊。这有什么呀？刘岩不也没结婚吗？他和刘岩不一样，他看上去很稳重，可刘岩是个花花公子。你觉得他稳重，那你干嘛还让他演杀手啊？说不定他还真能演好呢。什么声音啊？你赶紧睡，我去看看。值班呢，听说妇科男他死了一个女人。那孩子呢？孩子好像生出来了吧。那女人的尸体呢？不知道，是不是在停尸房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上班去吧。哎呀，人家小林说有话嘛。我今天上一天班很累了，明天吧。去吧。
何医生来了。怎么自己洗衣服？身体刚刚好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我来。不用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自己洗就行。哎，你刚去哪儿了？没事，出去转了转。这半夜三更的，你去哪儿转啊？随便转转。你刚刚恢复，运动量不能太大。何医生，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的？啊，我刚才只是随便活动一下。再过两天，你就要出院了，就要回到明星剧社排戏了。王丽丽，你以后出名了，可不要忘了。怎么会呢？你可算是我的恩人。这样，我又多交了一个明星朋友。我只是个演员。从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发现，你一定会成为大演员。也许，我并不想成为演员。你不想成为演员？那你来上海滩干什么？你又考明星剧社干什么？明星剧社就是培养大明星的。也许我还有别的什么想法。哦，也好，人有志气就好。
何医生，病人快到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去。情况，法租界的济仁医院发生案件，恰好就是汪丽丽住院那家医院。怎么了？看守太平间的老头被杀了，而且是七窍流血。知道啊，我睡觉的时候他还在，怎么了？他的东西呢？放哪儿了？柜子里。
么会有枪啊？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我派到明星剧社保护你的探员。你真不知道他去哪了？我真不知道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人要杀何天鸿灭口，一定是他发现了什么。幸好他命大。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等他醒过来就知道了。一定是李梦露的尸体。老张，搜查整个医院。怎么回事？尸体一定不在这儿。何娟红被打昏，就是在何娟红发现李梦露的尸体的瞬间。她被遇袭之后，李梦露的尸体一定已经不见了。现在我们去听听何娟红会怎么说。被人放在太平间的冰柜里呢？你说，没事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到底是谁把你打昏的？不知道。我进了太平间，就发现看守人已经躺在那儿睡着了。我还叫了他几声，可是他没有回答。然后我就打开了许多冰柜。发现了李梦露的尸体。你看清楚了。